来的，谁叫你趴在我门口啦？姐姐赔，姐姐赔。小飞机没坏，爸爸来帮你抢救一下。哇，爸爸太厉害了！这里也断了。不怕，再修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螺丝钉，也是飞机的零件，咱们拧上去。嘿，每一位爸爸都是一位合格的飞机修理师。